for you.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胖哥哥。今天我们来制作最简单的十倍粥。十倍粥可以作为港式粥的基底，也可以作为宝宝的副食品。我个人比较喜欢11倍或者12倍的口感，你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的口感做调整。十倍粥最简单的理解就是一杯米加10杯水。今天我们用超级简单的方法制作。前一天睡觉前把米洗干净，倒入焖烧杯或者保温杯中，一杯米加5杯滚水就可以了。第二天准备5杯水，把杯子里的粥倒入煮滚就完成了。早上起来，如果你喜欢吃粥，可能1分钟就煮好了。